主意好主意，我是主打甜蜜有好主意的主意哥哥。今天要做料理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跟我一起唱歌跳舞，预备开始。苏呀苏呀，我把你种下。没错，今天就是要来做木素牙手卷。没关系，既然坚强呢，我们就早餐多吃一点，让你手卷带着走。第一步要怎么做呢？先把我们的美乃滋还有优格拌在一起，搅搅搅搅搅搅，手手手手手手，身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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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搅搅搅搅搅搅。接下来是什么？手手手手手手，身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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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就是待会我们要淋在木薯芽手卷上面的酱汁，完成了。我们要包手卷之前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春卷皮用干锅稍微烘烤一下，让它的湿气稍微减少，待会海苔吃起来会比较酥脆哦。接下来烘烤我们的海苔，减少一下它的水气。现在就来包我们的木薯芽手卷，双手就是我们最好的工具。先把我们的春卷皮放到我们的包装纸上面，接下来海苔，然后我们的主角木素芽铺平，然后呢放上我们的苹果丝，然后呢放上我们的小黄瓜条，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的肉松，最喜欢吃肉松了，因为肉松吃起来就是甘甜啊甘甜，咸甜咸甜的味道。最后放上我们的葡萄干，中间呢适量的放上一点点美乃滋还有优格酱。最后呢，因为我们待会要把它卷起来呢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春卷皮外面呢稍微沾一点点，等一下封口的时候它就会粘起来咯。小朋友吃早餐了，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就来试试自己包的苏芽苏芽木苏芽手卷。嗯，翻白眼了，翻白眼了。嗯，又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哎，因为啊，你虽然看到它有木苏芽，有肉松，你好像会觉得很干，但是因为我们有加了苹果、小黄瓜，而且还有我们的美乃滋酱。早餐吃起来好丰富哦！主意好主意，欢迎留言加分享，订阅爱时尚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获得第一手料理资讯。哦，火没开呀！我想说，怎么那么多瓦斯的味道啊？